是 Joy Chu 四叶草。今天呢，我来介绍一个法宝给大家，就是来自台湾的陈姑娘会说话的眉精。到底有什么神奇呢？据说每一个人都能试出不一样的味道，有酸啊、甜啊、苦啊、辣，就是那么的神奇，没错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为大家试吃，然后教大家服用的步骤。首先你会看到这个盒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盒子，很多很多的小盒子里面有这一罐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啦，就叫做会说话的眉精。还有附送这个精美汤匙哦，你可以选择挖出花生瓣大小的分量服用，或者是直接泡水喝。这个会说话的眉精到底是不是能够让人尝出不同的味道呢？请敬请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终于到试吃时间咯。根据以上的步骤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泡水咯。花生量的大小泡进水中，一直搅拌直到它完全溶解为止。好了，现在我开始喝咯。我试到的是酸味，像梅子一样的香。酸呢有很多的功能哦，它除了能够强化我们的消化系统之外呢，它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，除此之外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，预防感冒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现在呢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同事朋友们一起来试吃吧，看看他们是不是也能够尝出不一样的味道。 Let's go。 好像 是酸的。是吗？再喝多一口。嗯，变咸，酸的，酸的，有一点点带甜。请问是什么味道？任何年龄、任何时候都能够服用哦。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才能够活出更多姿多彩的生活。记得试一试陈姑娘会说话的眉精。我是 Joy Chu 四叶草，拜拜。